使用获得专利的 Electrooperation 点穿孔技术，结合爱多美的解决方案，促进肌肤有效吸收护肤品成分。根据肌肤问题，可选择不同模式，以及通过稳定性验证的技术，一天一次，在家轻松操作。为了解决您的肌肤烦恼，现在进行全新的修护体验，请通过 On 开启吧。点亮肌肤的科学 ，iTomi EP Skin Booster， 爱多美美容仪。爱多美美容仪基于获得专利的 Electrooperation 电穿孔技术，通过温热和震动、三级强度调节以及四种模式的设定，将护肤品成分导入肌肤深层。关于 Electrooperation 电穿孔技术和 Galvanic 离子电流技术的差异，您有所了解吗？离子电流技术是通过持续释放低电压，使化妆品中的离子成分通过汗腺和毛孔等渗透进皮肤内部。Electrooperation 电穿孔技术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施加高电压，在与仪器接触的皮肤细胞表面形成临时通道，将护肤品的成分导入皮肤深层，增加皮肤的吸收力。爱多美美容仪是以 Electrooperation 电穿孔为基础的新概念美容仪。爱多美多屏电穿孔技术通过将皮肤细胞暂时重新分布，使护肤品成分能够更多更深入地被肌肤吸收。让我们了解一下能够在家轻松进行护肤的爱多美美容仪的使用方法吧。长按电源键开机，短按电源键选择强度，选择所需的护肤模式，并将美容仪接触皮肤即开始温热和轻柔震动。这里请注意，使用温热功能时，个人对温度的体感存在差异，因此使用前请先用手背确认温度。最后使用后请确保电源已关闭，如有残留物请将皮肤接触头擦拭干净后保存。爱多美美容仪提供四种模式来帮助护肤品的吸收，深层补水安瓶和多种护肤品均可适用的蓝光模式，提亮维他安瓶、修护安瓶及其他精华液、美白护肤品适用的白光模式，可与 24K 黄金安瓶和增强肌肤弹性的护肤品配合使用的紫光模式，专有的红光温热模式，该模式以40度左右的温度增强多种护肤品成分的肌肤渗透力，并促进护肤品的吸收。红光模式为温热专用模式，一级强度时无震动，二级强度时开始震动。在使用温热功能后，请用冷水洗脸或使用冷敷面膜以镇静肌肤。为了有效提高护肤效果，请确保美容仪皮肤接触头与额头、脸颊、下巴和眼周等面积较大的皮肤紧密接触。对于嘴周、眉间、鼻梁等皱纹较深的部位，可以利用美容仪皮肤接触头顶部的部分，以获得更集中的护肤效果。爱多美 EP 美容仪不仅具有卓越的效果，而且通过多种安全系统呵护您的安全。当每种模式的使用时间超出建议时间时， MCU 系统会自动关闭电源，热敏电阻传感器会精确保持安全温度，以防皮肤接触头温度过热。作为安全温度的双重控制，采用了双金属传感器的三重安全系统。此外，通过使用对人体无害的三价镀铬涂层，打造了卓越而且安全的爱多美美容仪。一天一次，请体验简单的个人家庭美容护理吧。点亮肌肤的科学，爱多美美容仪。